那个都鱼都穿了。我已经，我们那霍安人已经回复过了，就是霍安人那样讲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都，台湾最多就是我穿来穿去，穿来穿，穿到最后，我每次看到消息说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我要去拜访他，他是觉得最近太敏感了，所以没有机会去拜访他。媒体说市长最近动作频频嘛，那四月八日。好像会率团到美国去参访嘛，啊，所以这个积极备战2024。这个是新闻吗？不是新闻，已经不是新闻了。但是对，为什么？那不是新闻就错？因为有媒体刚刚才在网络上就重新在讲这个话题嘛，对啊。没有啦，我这个反正就是努认真过每一天，快乐过每一天，啊，积极准备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说奇怪，这还算新闻吗？这市长讲一下我。